这次大露营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。好，我第一天一直在哭。为什么第一天一直在哭？他一直在哭，因为想妈妈。你干嘛想妈妈？你长这么大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在看表演的时候，他一直然后有什么好玩的？很好玩啊。比如说什么？快点。但是很热。很热。很好玩，但是活动有哪一些比较好玩的？应该是闯关吧，应该是闯关。好，哪一关呢？钓鱼。上电视了。钓鱼啊！钓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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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了一个，我钓了一只大白鲨。这两个我实在问不下去。钓鱼怎么玩？给我们介绍一下。钓鱼就介绍完。钓鱼怎么玩？快点介绍一下。钓鱼啊！玩法怎么玩啊？就拿一个竹竿，然后上面绑绳子，然后绑出铁就好了。后面有有竹的木，然后用纸舔一条鱼，然后玩，然后把活用在别的鱼上面，然后钓。好，你们两个说你们这个打架认识的，为什么打架？因为我很喜欢打架。那、啊、通常都谁赢？啊？可是你们两个身高差不多啊。但是我帽子脱掉了。问你话，你在看哪里？要专心听叔叔在问你。好了，然后除了那个闯关，你们昨天跟前天出去看了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有没有学到什么？学到钓鱼，学到钓鱼。喂，有没有在跟你讲话？快点啊！你们不是去很多体验？学到钓鱼。要上电视啊！你这样要离开，你学到钓鱼，学到钓鱼，钓鱼，钓鱼，学到钓鱼，钓鱼，钓鱼，拿好，钓鱼，拿好，那好。好，然后最后讲一下这个，除了天气很热，还有什么在这里？晚上起来很冷。你干嘛没事吧？早上起来很冷。你为什么要早上？早上起来超冷的。可是现在太阳很大。晚上好不好睡？好睡，好睡，好睡哦。有人怕去高站，好睡又不好睡。他们，你们都睡在那个大学宿舍里，对不对？一下好睡也不好睡。然后住在九楼，对，都要爬上去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不要，我有电梯，我有电梯。我讲你的床啦。啊，对对，柜子就是楼梯。柜子就是楼梯。对啊。好 ，OK， 谢谢这两位。好好，拜拜。